离山军告别式与武士族艺人送行，妻子田惠正崩溃痛哭画面曝光。韩星李善均27号轻生，昨天刚入殓，今早举办告别式。虽然内场不公开，但场外站超过50位圈内艺人，包括《寄生上流》导演冯俊浩、演员赵正雄、郑宇生等人都在场。妻子田惠正更是崩溃痛哭，国外留学的两个儿子也低调返韩奔丧。李善均年初主演的电视剧《权贵复仇》仅次于夯剧《模范计程车2》以及《浪漫医生金师傅3》，创下 SBS 第3高收视率。不过因为发生憾事，剧组全员将不出席29号晚间 SBS 演技大赏的盛宴。 SBS 也对外表示，不管演员出席与否，都会颁发奖项给权贵复仇。而有演员问，可以穿黑色衣服吗？电视台则回应，如果您愿意的话也可以这样穿，无形中形成全体穿黑色的共识。而月底后续几场演技大赏估计也是默哀氛围。李善均生前还有2部作品，逃脱 Project Silence 幸福的国度，也因为涉毒风波无限延后上映，如今人已离世，2部遗作是否能上架也成未知数。连妻子田惠正主演的喜剧电影也受影响延后上映。네가대수롭지않게받아들이면남들도대수롭지않게생각해네가심각하게받아들이면남들도심각하게생각하고모든일이그래항상네가먼저야옛날일아무것도아니야如今我的大叔已成绝响，也愿逝者安息，一路好走。야아가씨잘지내야돼어거기서잘지내라고씨발